第三集。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，阿水终于同意和我第二次奔赴破庙。在路上，阿水还说，不着急不着急，这破庙还能没了不成？也不知阿水这嘴是不是开过光，就在距离破庙一个操场远的地方，就在我们眼前，这庙轰隆一声塌了。我盯着一堆破泥烂瓦有点懵了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阿水的表情更是夸张，张着嘴巴，吊着下巴，这眼比平时足足大了两倍，表情似笑非笑，似哭非哭，既僵硬又丰富，抽象的叫人难以理解。愣了好半天，我才想到该过去看看。绕着破庙的残骸走了一圈后，我发现这破庙塌得彻底至极，那口棺材深埋其中，想必已经被砸得四分五裂了。我突然想起那棺材里的东西，是不是也该被砸死了呢？正胡思乱想着，阿水不知何时走到了我的旁边。还看什么呀，都塌掉了。都怪你。怪我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都怪你胡说八道，就你说还能没了不成？你看真的没了。我哪知道我的话这么管用。哎呀，阿茂，幸好我让你不要这么着急的。你看看，要真是咱们早来了，这会儿咱们俩就被活埋了。我没空搭理阿水，只觉得这事儿有些奇怪。太怪了，这简直太怪了呀。哎呀，不奇怪，这个庙都那么破了，随时都会塌掉的，咱们只不过是赶巧了。巧了？应该不会这么巧吧。我摇了摇脑袋，若有所思地盯着那棺材应该在的地方。喂，阿茂，阿茂，你愣什么神呢？没事吧？我朝周围看了看，不远处有块四方四正的石头。阿水，咱们去那边坐会儿吧。干嘛坐那儿啊？记得昨天我跟你说的吗？棺材里好像有东西要爬出来。啊，那就更别坐了，赶紧走吧，都塌了你还看它干什么？哎呀，你急什么？看会儿再说。咦，还看什么呀？万一真有东西跑出来怎么办？真有东西跑出来咱们再跑也不迟。哎，我说阿水，你这胆子也太小了吧。实在拗不过我，阿水只好陪我走到大石头旁边。我一屁股坐了上去，阿水倒是不坐，他紧张地瞪着破庙的废墟，时刻准备着逃跑。看他这样，我也站了起来，要不等会儿跑不过他可就糟了，不能让自己输在起跑线上。阿水，干嘛？我本想和他说说我昨晚做的怪梦，可一听他的声音都带打颤的，还是不说好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倒是赶紧说呀。哦，那个老头，就是你说这棺材里那个老头，你见过他没有？见是当然见过了。他长什么样子？这个怎么说呀，就是个人样呗，两个眼睛一张嘴巴，这个哪里记得清啊。哎呀，那是高是矮，是胖是瘦啊。哎，对了，有没有胡子？另外他穿什么衣服？是不是那种长袍子，就是二叔公穿过的那种？高矮，哦，好像不怎么高。胡子，
没有，哎，又好像是有。哎呀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事，随便问问。我好奇呗。嗯，你还没说清楚呢，他到底有没有胡子？胡子长不长？有。不算长，大概到这儿。阿水说着，伸手在自己的下巴上比划着。那衣服呢？有没有二叔公穿过的那种长袍子？长袍子？二叔公，这个好像没有。没有。这样看来，昨晚并不是这个老头的鬼魂来找我算账，无非就是个梦而已。这样一想，我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，忍不住吹起口哨来。阿水不明就里，被我搞得紧张兮兮的，一听我吹口哨，急忙用手捂住我的嘴。哎呦，吹不得，吹不得。为什么吹不得？他们说会招来那个的鬼啊。哎呀，阿茂阿茂，我们还是走吧走吧。这回我没再坚持，再看下去估计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问阿水，哎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吗？有，绝对有。你见过？这个倒是没见过，不过有好多事情都是真的。你昨天不是也见过了吗？放屁，我什么时候见到鬼了？是你说有东西要从棺材里面出来的吗？说不定是我紧张了，我有幻觉了。反正都是你自己说的。对了，你不是还说有声音的吗？哦，对呀，是有声音呢，咚咚的几声，昨天你就没听到吗？哎呦，我就听见你撬棺材的声音，没听到你说的什么咚咚的呀。是啊，这就奇怪了。嘿，所以我说嘛，阿茂，就是你撞鬼了。童年的这段经历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。不过在后来，我、阿水，包括村里的人，似乎都没有人再提起。离开村子来到城里已经好多年了，我和阿水都是如此。似乎再也没有人愿意回忆起当年的那些生活。这天早上出门很不走运，在小区里不留神踩到了一泡新鲜无比的狗屎，想着今天可能会有倒霉事儿。果然一上楼，我就看见阿水像游魂一样在我家门口来回晃荡，正想悄悄溜走，阿水一声激动的大叫顿时就扼杀了我走为上策的念头。阿茂，你跑什么？哎呦，阿水，我现在是看见你就害怕。哎呀，你怕什么呀？我又不是鬼。眼前的阿水上身穿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西服，下身是一条同样皱巴巴的黑色西裤，一双皮鞋像是在灶灰里捂了足足两个半月。本来就小的两只眼睛，此刻就像是画在眉毛下的两道线一样。鬼？你比鬼还可恶呢，至少鬼不会隔三差五的跑来找我借钱。不对，不是借，是要钱。我说阿水，你能不能自己算算，你都借过多少回了，什么时候还过？哎呀，阿茂，咱们谁跟谁呀？咱们是亲戚。那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？叫什么什么亲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是不是？是个屁！我应了声，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打开了门。阿水倒不见外，跟在我的身后进了屋，东张张，西望望。哎，阿茂啊，今儿怎么没上班去啊？
打你电话说关机了，本来还打算得等到你下班回来呢。休年假了，手机……阿水一提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摸了下口袋，没找到手机。我看了看沙发，找了找茶几，估计是没带在身上吧。手机昨晚上关机了，早晨就没开。阿水歪着脖子往卧室里边揪着，哎，我那小侄媳妇不在啊，潇潇上班去了。哦，哎，我说阿茂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喝上你和小侄媳妇的喜酒啊？喜酒啊？你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，我什么时候就请你吃喜酒。哦，那这么讲的话，这喜酒我可是快吃上了。阿水仍旧笑嘻嘻的，弯腰捋了捋裤子，还是皱巴巴的，在我旁边坐下来。这时我听见阿水身上有阵塑料袋的响声，扭头瞥了一眼，才注意到他手上一直抓着一个黑乎乎脏兮兮的塑料袋。装的什么东西脏乎乎的？嘿嘿，阿猫，你猜猜看。阿水一咧嘴，故作一个神秘的表情，举起手中的袋子在我眼前晃了几下，塑料袋里发出了稀稀簌簌的响声，看上去应该不重，也不知道里边放的什么玩意儿。你能拿什么东西？狗屎！我根本没在意，翘起腿架在茶几上，根本没兴趣和他猜来猜去的。哎呀，茂，你能不能上点心呢？我这么跟你说，肯定是好东西啊，这里边可比狗屎金贵多了。阿水一边说着，一边把塑料袋打开，然后从里头掏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递在了我的眼前。我皱眉一看，这是一个看起来像灵芝一样的东西，直径有七八厘米，边缘很不规则，但厚度很均匀，菌柄非常短并且粗。我伸手摸了摸，感觉硬邦邦的，放在眼前仔细端详。这东西外表虽然黑，但菌伞中间的部分有点黑里泛红，菌伞上有一条条呈放射状的沟壑般的纹理，光泽很好，表面就像打了一层蜡。这东西是灵芝？灵芝？嘿嘿，阿毛，这个比灵芝还金贵。别卖关子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，阿猫，小时候你为找这个东西拉着我去破庙，你还撞鬼了？怎么，记不起来了？阿水这么一说，我顿时明白这东西是什么了。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，但当时在破庙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。这个东西是棺材菌？你从哪儿搞来的？我着着实实的吃了一惊，阿水也摆出了一副我总算开窍的表情，笑着点了点头。捡来的？你就扯吧，你阿水没事在街上乱晃就能撞上口棺材，这里边还偏偏就长着株棺材菌，被你阿水捡着了？哎呀，阿茂，真是捡的。你听我跟你讲，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我上那个山上采香菇，我在山里头就看见有口棺材，就横在那个溪边上。我估摸着是前段时间下大雨，把什么木给冲开了，这棺材就给冲下来了。我当时也看没人，我就过去看了一眼，然后就发现这个了。就你一个人？当然了。就我一个人还能有谁啊？哼，拉倒吧你，就你这点比麻雀还小的胆子，你敢一个人去撬野棺材，不怕鬼了你？阿水这人迷信得很，平时怕鬼怕的跟什么似的，一个人在山林撞那口棺材不撒丫子跑就算是奇迹了，他还敢上前撩开棺材盖子去看里头有什么东西，打死我也不信。
阿水，拜托，你撒谎也得撒得像点样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？说是不是上山采香菇的时候，从哪儿采的个狗尿苔给我拿来，骗我说是棺材菌呢？哎，骗你是狗？阿茂，我这闲得没事找你来干嘛呀？这真是棺材菌，我亲手从棺材里边摘出来的，就长在那口棺材里面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我发誓，是真的。阿水说话的时候脸都憋红了。确实，他怕不假，但他也不擅长撒谎。眼前的这副表情不是装出来的。我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棺材菌，虽然以前没见过，但从外观上来看，这不是一般木桩上长出来的菌子。真要说是灵芝，我也见过一些，从没见过长相这么奇怪的。好，是棺材菌。阿水啊，你都敢去撬别人棺材了，你就不怕招惹上冤魂，到时候找你打击报复来？阿茂，是这样，我可没撬啊。我过去的时候，这棺材已经烂掉了，盖子自己就掀开了，还破了这么大个洞。阿水说着，拿手比划着，生怕我不知道那洞有多大。那棺材看起来特别老，我就琢磨着里边可能会有个什么有古董啊。对，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古董什么的。不过那些没有，这东西也值钱呐。这东西值钱？这东西不是个很金贵的药吗？我打听了，少说呀，值这个数。阿水说着冲我竖起了两根手指头。200呀。2000。哎呀，20000呐。嘿嘿，对了，最少值这个价。阿水用力地点了下脑袋，把两根手指猛地朝天空一戳。我仿佛看见空气被阿水戳了个大口子，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钞票。20000，这东西有这么值钱吗？那当然了，你手里这个至少是30年以上的，值钱的很呐。嚯，你还知道是30年以上的？你怎么突然对这玩意儿这么了解了？哎呀，打听的呗。哼，打听的，值钱。哎，我说阿水，你该不会想拿这东西跟我抵债吧？当然不是了。我一共欠你3600块钱，是吧？这东西值20000呢，我可不傻。哼，哎呦，阿水啊，你让我想到一句俗语：一脸猪相，心里明亮。过奖过奖。那你来干嘛了？拿这东西让我见识见识呀。哎，阿茂，是这样的，你不是有个朋友在中医院当医生吗？你帮我问问呗，看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。明白了，阿水带着棺材菌来找我，是想让我帮忙把它给卖了。问题是这东西它值这些钱吗？我依稀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家族人都是吃这个死的。搞错了搞错了，那家人吃的根本就不是棺材菌，那是吃到毒菌子了。正宗的棺材菌呢是长在棺材盖子上的。小时候那户人家捡到的是长在棺材底板上的。长在棺材底板上的？当时你怎么没告诉我？我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嘛，哪顾得上再说这事儿啊。你自己不知道去卖吗？我那朋友是医生，又不是要贩子，找人家好吗？能卖我还找你干嘛呀？我们家那边山沟沟找不着人买，
城里我问了，倒是有个人想收，就出500块钱。这么低的价格，他真当我是猪啊，鬼才卖他。阿猫，你是在省城，你的朋友又是专门搞中医的，肯定认识这方面人。你就先帮我问问呗，有人买最好，要真卖不出也没关系，先打听打听呗。再说了，棺材君卖了，我欠你的钱就能还上了，这样你和小侄媳妇就能结婚，我就能喝喜酒了。得了吧你还真当我结婚差你那3000块钱呢？哎，这不是说笑吗？回头把棺材君卖了，我还你4000。哟，你可真大方。嘿嘿，还好还好。我思考了一会儿，那能不能卖掉？我先帮你问问。那这东西就先放我这儿。嘿嘿，得嘞，问问就好。那你打算就卖2万了？嘿，2万，就2万。